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黄景瑜。如果出门前只有一分钟，最注意哪一块的打扮？出门前只有一分钟啊，我戴个帽子啊。平时穿衣风格是什么样的？宽松舒服。最近一条朋友圈发的是什么？柔术。哼出一句最近最爱的歌。啦啦啦啦啦啦。看到异性会先注意什么部位？从小腿开始往上看。做一个你觉得最撩妹的 pose 吧。Yeah。 好，还有粉丝提问说，为什么最近瘦那么多呢？我也不知道，最近锻炼少，压力大，工作忙，都有可能。瘦了挺多的，最近瘦了差不多七八斤。好，现在最想去什么地方？现在最想去。现在最想回家。